现在大家看黑板，那我们刚才解决了一个音字母 A， 它前面出现辅音字母的时候，请记住将它连读啊，我们把它叫连读音啊，大家不要把它分开去读，不要把它分断开了，读成 b a 啊。我们通过刚才学的音标知道这个字母 A 在这里读作 a 是吧 a。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b a 什么 b a b a number two k a k f a f a d a d a k a k s a s a z a z a g a g a l a l a h a h a m a m a。 同学他念什么呢？ k n a k n a k n a， 是念 k n a 还是念 k n a？ 至少没有这个 k， 我们知道念什么 n a， 那就全都没有它喽。以后记住喽，从来没有人说 sorry I don't know。 老师对不起我不知道，这句话是应该说 sorry I don't know， 还是要念作 sorry I don't know？ 念什么？大家说 no。 那你为什么不念 know？ 这不是有一个 k 吗？啊，李老师，当 k 遇到了 n 是吧，当 k 遇到了 n 怎么办？ k 就不发音了，OK， 所以念 n， 那这个很显然念什么 n a n a。 好，一起来拼 t a t a z a z a OK z a z a t a t r a sh a sh a。 你很想念什么？傻是吧？很想念傻，那是汉语的感觉啊。 sh a share， 但有一点是相同的，就是英语念的 share 和我们中文念的傻里边 sh 读音是怎么样？一样的，都念什么 sh a cha。 好样的，现在请大家把黑板上的这些啊，我们连续的发音给它读出来，一个三遍 one two three four go ba ba ba。不要存在拼读的过程，一下就出来啊 ！One two three four go b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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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k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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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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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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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k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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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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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z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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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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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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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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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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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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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a ta ta。That, that, that， 大家学过 that， 对不对 ？OK， go， na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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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a， pa， pa。 那同学去啊？为什么念去啊？很难理解。后来他解释，他说老师干，其余去啊，去啊，大家都去啊，你还去吧，是吧？去你的吧。他不念去啊，念什么？大家说？哦，我说不念去啊，你就来个去啊，还一样是吧？到底念什么？嗯，很难念啊，但我至少知道这念什么 a。 这个字母念什么？ q， q 的第一个音是谁啊？ k k k， 那 k u 这念 u 对不对？ u a w a k u a q u a OK， 念七遍 go快快快快快快快！老师还是我说的是去啊，凭什么是你说去啊？快去啊！快不念快啊，快快。不过它还是有效的将已知的知识和未的知识、未知的知识连接在了一起。比如他一看，他就会反映出去啊，紧接着他又反映成快去啊，然后他就知道念什么快。OK， 好，读七遍 ，one two three four go。快快快快快快快 ，OK， go， ra ra ra， 他又变深沉了，是吧？在那刚解决了一个去啊，快去啊，快，然后 ra ra ra， 然后往那一坐，思想者，请问思想者，这念什么？我 ra， 我 ra， 好，您每天写字的时候，您都念什么呢？你才没念 right 呢，你念的是 what right， 对不对？
不对，老师，那所以说那 W 碰到了 R 的时候还念吗？也不念了，是吧？所以念什么 rare？ OK， 千万别念 what rare。OK， 好 ，one two three four go， rare rare rare， 呵呵，这更好玩，念什么？哇哈，是吧？哇哈，到底念什么？大家说 ，hi hi hi， where where where。OK， 当哇哈碰到一起的时候，不是念哇，就是念什么？哈，是吧？还记得我们读这个单词读作哇呼。老师干嘛呀？咱俩谁跟谁呀、啊、？You and me, who and who？ 这是咱们一个同学发明的中式英文，是吧？说你和我怎么读呢？那我听过莎拉布莱曼唱的 You and me， 还会了你和我 You and me， 谁跟谁呀、啊、？Who and who？ 是吧？哎，老外都听不懂啊。当然他念 who， 所以这 W 发音了吗？没有。我们再来看。这念什么 ？What， 是吧 ？What， 还是念 What？ 是吧 ？What， 谁不发音了 ？H 不发音了，是吧 ？H 不发音了。好，我们再看第二，刚才学过 ，Yeah， 高兴了，戳什么？桌子。所以第二念什么 ？Dr，d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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。OK，dr，dr，dr。好，下面 tr，tr，tr，tr。sh a s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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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h a ch ch ch， 非常好。那么这些音在见到的时候，大家尽量的不要将它间断啊。那么它们有一个特点啊，有一个特点，也就是说它们在读的时候后面都会跟上一个辅音。比如我们找一个大家很快就会找回单词了的的，我们给它后面再加一个什么音呢？的，这单词变什么了 ？dead。是吧 ？dead， 所以呢，在做的时候啊，在做的时候要每天早上起来没事了就拿起它练啊，一看到它，哎 ，where 是吧？哎呦 ，there，there，OK，、okay? 好了，下面请同学们在笔记本上听写单词，啊，我读出来的效果怎么样啊 ？Let's go，here we go，dab，dab，dab。每个单词我读三遍 ，Number two，jab，jab， 你靠感觉了啊 ，jab，Number three，lab，lab，lab，next，nab，nab，nab。